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叫家有三年艾，郎中不用来，只要是说我们家里备用了这个三年前的这个艾条艾叶以后啊，身上一些疾病呢都可以通过它来治疗。艾草啊，它是一个聚阳之物，它很喜欢水，也很喜欢湿。人在做艾灸的时候，身上的这个湿气啊，可以把它拔出来，从而达到一个祛湿的作用。我们这个艾条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我们一个其中的一个支柱产业啊，我们希望借助香港这个平台，能向把我们旗下产业推向一个国际化，同时啊，让更多的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呢，能家家有其艾呀，人人更健康。中药讲地道噶嘛，咁好多时咧，我哋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特产嘅中药嘅，咁好似佢本身嗰个奇艺，好多嗰个产品嚟到展示啊、展销咧，我睇到都非常之好嘅。其实我哋香港最大特色系背靠祖国啦，面向世界。我哋香港嗰个中药检测系世界认可嘅，我哋有个中药嘅港标啦。如果佢啲药材咧喺香港做一个平台咧，我相信无论系欧盟啊、世界各地啊，同埋咧东南亚咧，都非常之可以。令到借助香港呢個平台帶出世界。